中间。中间下片的报名，好，再一下哦，很好，媒体记者都好开心哦。来，右边，右边，我们的赛制呢，也从早年的两个阶段的评审改成三个阶段的评审制度啊。两个再放一点，好了吗？你们要单拍吗？需要单拍吗？跟动画片类的专业人士，他们在长达一个半月的看片过程中，从359部选出了55部的影片。那么第二阶段的评审总共有7位，来自各个不同的电影专业领域。他们经历过了10天的看片之后，选出了今年。上面这边麻烦一下哦。好好。还有哪个角度没拍到的？右边。右边。OK。